上人法院，我的核心抛弃，来啊，上人抛弃，要做到最后，永远对上人行。所有的菩萨哈，环保一个人做不起啦，大家人呢共同伸起两只手呢，顾地球嘛是顾咱的子孙啦，顾地球呢也是顾大地人人的性命。非常的感恩啊，感恩哈，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地点给我们哈。在那里去磨练。我最近呢，我去到大理医院的制造中心，看到那个老菩萨，个个都在那里做运动，教他们做运动。为什么要做运动？我们在长跑站就运动就很好了啊！我们要走出去，做出去，做环保。我做得光辉，一路的走下去啊！九十几年我就来地环保站啦，啊，拢一直询问讲。会当通啊见到师傅一摆嘛，足欢喜个安尼吼。啊，我相信讲，一定咱大家来遮个阵，就是拢做好师傅会当欢喜，会当安心吼，啊来顾这粒地球安尼啦吼。足希望讲会当通啊好，搁做较济个啦吼。我真是九十几啊，啊不过我足认真个吼，我早暗课吼拢一直。伊到了，伊都讲，阮这个上人一定都爱回十八里，吼，啊，阮这大家才会当踮这个，这个福田吼，来做工课安尼啦，吼。感恩。其实人生吼，自然法则啦，这有生啊，这老病的最后的人生，所以讲咱。不是干那要讲寿命偌济，去年师傅来就甲大家人讲，来，师傅开一个寿量宝藏，大家人来寄五十伫师傅家，师傅家己嘛寄五十伫个遐，我开第一号啊，所以呢，我回归三十通会，即马听起来坐伫遐呢。嘛拢差不多啊，所以咱吼三十而立哦，四十而不惑哦，这是人间的上好用的时的年代啦。咱会当头脑真清楚，身体也阁差不多，也阁袂歹咧，咱就多加利用。所以咱那逐工都爱甲家己打气。这个时呢，我是当少年，当有力啊，所以卖想到啦，互相打气吼，那充气啦，彼此。其实呢，师父要爱的吼，唔是百字，唔是师父家己百字，师父家己要爱的吼，是千岁万岁。我希望人。同一个时间，甲师父发同一个心，这个时呢，咱就增加寿命真多。两只手无法度做什么代志，大家人出手出来吼，哦，一时的时间，咱就会当做真多代志。师父爱大家人，是慧命。慧命就是启发大家人智慧的性命，咱的身体吼病痛难免啦。师父这回呢，讲无病痛吼是骗人啦，就是爱尽量甲家己充气，讲每一句话都是充气，就是吼爱用气来讲的，古早啦。在岁末祝福的意境，
师父咧讲话拢无感觉家己咧讲话，即马咧讲话吼，句句都爱冲气冲力，才讲会出来。所以即马讲话是真忝。不过呢，就是即马现在讲话真忝，我才都爱直直讲，要互大家人甲这个理念会当落实。就亲像咱透早来，就看到一挂龙洞，迄拢是人间菩萨。那龙洞无一定拢总吼，伊家己原来就真有钱，但是呢，伊真甘愿。有诶外手皮啊，有诶欠家己啊，伊点点滴滴，心足富有诶。所以，迄是心灵富有。伊愿意呢，安尼投入伫即个龙洞的内底。我虽然欠我家己，我嘛是伫咧利益众生啊，即种行菩萨道。尤其是家己嘛是生活少面贪食，但是呢，我嘛尽量要提时间啊来去帮助人。这叫做人间。啊，遐个受苦难啊！身体也不是很歹，确实呢，生活种种的压力来在伊的身躯里，让伊无时间，也无环境，无因缘接触到佛法的道理，所以伊真苦。这些苦难，贫穷困苦，所以讲富贵学道难。贫穷求道难，这拢总是无够因缘。啊，讲起来无够因缘呢，伊也福中有一点啊，生中有一点啊福，自济人接触到啦。咱自济爱呢，唔是干那帮助伊的生活，咱阁想办法要哪个牵出来，咱陪伴，咱。看，我常常来高雄嘛，常常听到啊，专靠人生，专靠为乐。咱无量义经敢是安尼讲呢？靠己不易啦，福为受法，甚至呢，可以身心有安稳处，这都是。咱伫人间度苦难众生，化不可能为可能，所以这种救法难，天堂救法难，那这个苦难文化更困难。那这种的难，咱会当化为无困难，咱何为说法，甚至何伊的心。注意安稳处、乐处，这都是啊，予伊个心灵个苦解解开，予伊知影。我虽然苦，我有遮尔正侪人伫咧甲我顾，我抑阁会当对遮尔侪人去做好。不管是接因来环保，不管是接因入来咱个系统里。咱拢无分别，所以这就是把人间苦吼转苦为乐，这就是菩萨必度的人。所以师父才一直讲哦，咱来净化人心，尽量把咱的精神力量各处各处啦，咱尽量来推动，可以有因缘。听得到，看得到，接触得到，这叫做净化人间。要甲恁讲的呢，咱寿命是无量，寿命无量是精神力量，叫做慧命。咱会当尽咱一世人，甲咱的心念呐，拢往好的，咱疼惜大地，保护人群。众生的性命，
这个心拢甲保护好掉，咱的知识啦，拢是该转恶为善。那会当安呢？这个智慧啦，定定伫咧，永远伫咧。这世人会真习惯，咱来世人啦，唔是带业去的，唔是咱的业要叫咱去倒，咱就戆戆啊对伊行，唔是，是。真正心愿再来，咱会当度众生。这是吼，简单甲大家安尼讲，所以请大家呢，真正是用心伫咱一世人，所以把握当下，行持禅呐，多利用生命，增长慧命啊。这些，咱会当把握的真紧。